封锁此山的八大天骄，看起来就是这几个了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哟，还以为是那个逃走的蓝依晨，原来是你搬来的救兵啊！你是何人？不知道我们正在抓他吗？还敢跟他混在一起？他就是那个花。就是你们，仗着人多欺负我两位道友。镇压他！老大发话了，要是没人上，我可就出手了。好，就由我来送他们上路。哼，正好活动活动。你不是号称大力牛神吗？肉身对抗也能吃亏。挡住我一拳只是手掌崩裂，不简单。不如追随我，如何？少，一起出手，别再给他机会。三眼裂天。先顾自己吧。凭你的实力，瞎凑什么热闹？我不凑热闹还不行吗？分心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哼！蓝衣城现身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沉不住气。交出八珍旗，饶你们一死。八珍旗现在已经姓石了，你还敢要？ 有什么绝招，都使出来吧！动不了了。 到此为止吧。不屑，为他报仇！机会，万剑绝千通，抢我八珍旗，伤我八千蛟，今日就让我为虎葬身之地！分明是你们欺人在先，还敢再次颠倒黑白！ 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小子，拿命来！还有你们，快走！想走，迟了。 其他人都留下了，你独自逃去，岂不显得我行事不公？啊！哇！听说你被他们围捕是为了完成诺言，保住八珍旗，多谢了。我也要多谢你赶来相救，此物终未丢失。这就是八珍旗？我以为是动物。此物正是我冲关所需，就不与你们客气了。 你去把这些好吃的洗剥干净，咱们涮火锅，给他好好补补。给，你也有吃的。此人如此暴虐，堪称魔王，必遭天谴。道兄不必如此急躁。 我倒觉得这石昊小小年纪，至尊气象已显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哼，他还是有命离开仙谷再说吧。怎么，道兄打算以大欺小？就算我不出手，他怕是也难逃一死。仙谷内的那些人，怎容得下一个醉血横行？ 龙女，名扬天下的女修士，堕神子，堕神灵古代怪胎，曾战胜过至尊道场2位弟子。黑暗神子，名图古尸通灵，周身铭刻法阵。长弓眼，痴情人，只为复活爱人，多次参赛。胡剑一，剑舞古代怪胎，敌视罪行。 石冠王，十次夺冠，手持世界树苗，养成无敌之势。